驰 C200 专业定制的动力车型，奔驰 C200 2.0T 升级地点，顶速连锁升级前后参数对比，原始数据184匹300牛举，升级数据287匹450牛举。奔驰 C200 从外观上看，新车的前后端都进行了重新设计，与奔驰家族其他最新款车型更为接近。新的铝制引擎盖重量更轻，前大灯和格栅周围与老款车有明显不同，而前大灯更为全新设计，新的后保险杠增加了新的特征线，看上去更有型。车身整体风阻系数降至 0.26， 奔驰声称这是家族中风阻系数最低的车型。 C200 这款车搭载的是低功率版的 2.0T， 最大功率135千瓦，184 PS，峰值扭矩 300Nm， 匹配九速手自一体变速箱。动力方面，对于在室内开的人来说，还是勉勉强强能够接受的。不过我们的车主对自己的爱车要求相当高，而且自己的车换挡不平顺，还有顿挫感，这些完全都不是问题。动力提升方面一直都是我们顶速的强项。车主在官网上面联系到我们的客服人员，经过一系列的了解，驱车到店特调动力，经过技术一个多小时的特调完成，车主和我们的技术出去外面试车，试完回来车主满脸都是惊讶。